啊，装载机往出拉人，还有家里面的东西是吧？拉点扔的衣服，又干了拉点。啊，干衣服，还有一些家里面的证件。对，你看那龙台都在。没抽水之前是不是到脖子了就？哦，反正到这儿了。抽了几天了？到那边就把人都埋了两米多深。那边的水两米多深。那边。哎呀，确实也重。整个村子都淹了。都淹了，都是，到村西边你能拍到吗？村西边也有。这是东边，那边是南边，那边北边吗？村子里面最深的水有两米多，整个村子都被淹没了，然后还得坐着那个大车，坐在那个斗里面往出拉，最深的水直接把这个大车都给淹了，被淹没。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，他们都回家里面，把那些没被水淹的东西都拿出来。里面最深的水两米多深，这是村边，村子里面淹完了。看着自己的家乡成为这样，心里面确实这是特别痛苦的那种吧，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。